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最新定档的古装剧《双面宠妃闯关记》，将于8月15日在腾讯迎来首播。故事的设定真的是非常的搞笑，分分钟让你笑出腹肌。以架空的无双国为背景，皇上宇宁出宫散心，却被闵王带到了风月场所百花园。在雷雨交加之夜，因噬魂杵而导致皇上宇宁与花魁钱多多互换了身体，未免引起大乱。皇上宇宁与钱多多商议，钱多多先以皇帝的身份和闵王回宫，而皇上宇宁以花魁的身份暂留百花园。令宇宁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就被要求接客。落荒而逃的宇宁刚好在街上碰上了按计划前来迎接的钱多多，于是一起回了宫。未免在皇宫穿帮，并找出换回身体的方法，住在钱多多体内的宇宁不得不在后宫争当宠妃。皇上和自己妃嫔们争宠的桥段还真的是蛮有笑点的。那么两人最后有没有换回身体呢？噬魂杵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阴谋呢？双面宠妃闯关记定档8月15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